我在这里等你，等你们好了，然后我就走。你是一台录影，一台照相。对。啊，我在想说怎么会背两台呢？这很重耶。很重啊，还有电池不算，电池还有。哎呀，很多啊，很有名的嘛，我是很多这个。如果你的这个就是说，你说讲一下，这边有个那个指示牌，上面有那个画像。照片可以看一下，然后这个你们现在看到这个人呢，邓小平。邓小平1979年的时候，75岁高龄，徒步登山，别问黄山之后就说了那句话，要有点雄心壮志，把黄山的牌子打出去。然后在那边，邓小平的右手边那边呢是江泽民。江泽民上黄山之后写了一首诗，叫做《遥望天都已客松，莲花始信两飞风，且知梦比书其景，对破云涛万里红》。且知梦比书。